名字是丹尼尔，我今年八岁，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飞机工程师。什么是飞机工程师呢？飞机工程师是世界维护确保飞机安全的人。我的工具包括电脑，我可以用它来设计工具与维修飞机。安全帽保护头部，安全衣保护身体。为什么我想成为一名飞机工程师呢？我喜欢为航空做贡献，使飞行变得更安全、更高效。谁会支持我？我的家人会支持我。我需要做什么？我会不断学习，以成为一名飞机工程师。谢谢。Well done, Daniel. Wow, got a lot of supporters over there. All right, give him a big round of applause. We wish you all the best, right, in your dream job. Thank you. Your voice, your voice, your power.